darling, darling, send by me。这个是他的哥哥的唱片片段哦。Send by me, just as long as you send, send by me。哦，哥哥也好会唱哦，不知道会不会哥妹有同样的基因呢？我们来听听看他说什么。So today I would like to thank my family for being so supportive, especially my dad who is a doctor, but he's always very very supportive and always ask me to chase my dreams and never give up. Thank you. 好，哥哥很会唱，妹妹应该也是会唱吧。无论如何，请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。漂亮华印混血女孩，贤惠英语老师，她刚刚的表现哦，跟那个声音唱歌的整个表达是她的动作是不符合的。三号，你刚才听那个是快歌还是慢歌？快歌还是慢歌啊？都是谁的错？很不好意思 ，Danny， 你又猜错了。我们的三号神秘歌手是实力者。其实，来先来做个自我介绍一下。嗨，大家好，我叫 Yuvina， 我今年19岁，来自吉打。哦，哎，可是你中文这么溜，是因为你小学都在读中文吗？小学是华校。哦，华校，哎呦，可是我真的觉得 Serene 啊。人家唱得这么好听，你刚刚又很难变化吗？爸爸，他害的，他害的，爸爸他变的。不过真的啦，他是真的曾经代表呢马来西亚去到好莱坞去参加一些比赛哦。你可以分享那个过程吗？那边我获得了很多的经验。
然后他们在那儿也准备了一个好像 booth camp 给我们，就学到了很多东西。对。OK， 怎么样 ，Danny 有什么惭愧的话想说吗？我很惭愧，然后我很惊讶，反正尤其是他刚才他一唱那一句啊，哎呀，那一刹那，我真的是我们大家都该陪一下上来了，在。刚才如果你先穿这件衣服出来是不一样的，你应该你们不要马后炮 ，OK， 这样才来说一大堆，可以，真的。看没有看你的脚？他是看腿的。OK。Apa nama？And Aka and all my siblings, thank you for the unconditioned love and support. Because without them, I wouldn't be here today. Yeah, of course. Big round of applause. 好，希望你还是可以继续的加油哦。谢谢。谢谢